흑인이 되든지 흑인이 됐었는데 오늘은 같이 갔다 황색인이 딱 나오더라고요. 황색인이. 자, 자 그렇게 두 분이 같이 팔이 돌아갔다 오겠습니다. 한 분은 기다리지 말고 아셨죠? 자, 준비. 하나, 둘. 흙으로 나무로 덩으로 서쪽에 사랑을 가지고 우리는 가야 해. 백인도 흑인도 황색인들에게 사랑을 자, 박수. 자, 어제부터 여전히 걸으시는 건 계속 이렇게 걸으시는데 아 눈치들이 다 빠르셔가지고 싹 돌아오시다가 순간적으로 같으니까 쫙 바꾸시는 센스. 근데 같이 바꾸시는 분들이 계세요. 자, 한 분만 바꾸셔야 되는데 자, 한 번만 더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재밌네요, 이거. 하나, 둘. 북으로 남으로 박수! 아, 또 이따 잊어버릴 수 있으니까 제가 아량이 왔어요? 아량이 안 왔어요? 아, 이쪽으로 자, 우리 어린이들 앞으로 나와보세요. 희은이도 나오고 아량이도 나오고 이리 나오세요. 자, 앞에서 너무 이쁘게 율동도 이쁘게 하고 그러죠? 예, 선물을 제가 주려고 아량이가 흰 옷을 입고 마치 흰 토끼 같아요. 자, 자 희은이가 그리고 아량이는 예. 자, 이쁘죠? 예. 감사합니다. 아이고, 예. 자, 예. 자, 이번에는 뭐를 복습을 할까요? 엄지검지. 엄지검지. 나오는 데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셋, 넷. 엄지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검. 오물락, 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꽃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잼잼돌이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돌이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이거는 여전히 못하시네요. 예. 자, 엄지검지는 빨리 하시고 잼잼돌이는 좀 천천히 하고 예. 갑자기 음을 올리시면 진행자가 당황하지 않습니까? 자, 준비. 셋, 넷. 엄지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검 오물락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키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 천천히 잼잼돌이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돌이 잼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이렇게 하니까 되네요. 예, 앞으로는 이렇게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다음! 복습하려면 길이 멀죠? 옹달샘 한번 해볼까요? 하나, 둘, 셋! 깊은 아, 잠깐만요. 깊은 산속 처음부터 그렇게 나오시면 안 되죠. 엇박자인데 깊은 산속 옹달샘 예, 이렇게 나오셔야죠. 준비! 다 잊어버렸어요? 깊은 산속 옹달샘 하나 둘 셋 깊은 산속
달샘 누가 와서 먹나요? 새벽에 토끼가 눈 비비고 일어나 세수하고 물만 먹고 가지요. 예. 잘 하시는 것 같으면서도 뭔가 찜찜한 느낌이 드는데, 자 이거는 정답이 없습니다. 잘 하시면 되겠습니다. 자, 짝사랑 이건 또 못 가요. 자 뭐죠? 잠깐만요. 짝사랑 뭐죠? 몰래? 아니 지금 배운 지 며칠 됐... 윙크 꼬셔. 예? 예 이렇게 이렇게 예 맞습니다. 예, 자 준비. 잠깐만요, 잠깐만요. 기억하시는 분이 별로 안 계시네요. 그렇게 빨리 배우시더니, 그렇게 빨리 잊어버리시면 어떡합니까? 자, 연습 한번 해보고 넘어가도록 하겠습니다. 준비. 자, 둘, 셋, 넷. 하나, 둘, 셋, 넷. 윙크, 윙크. 하나, 둘, 셋, 넷. 꼬셔, 꼬셔. 하나, 둘, 셋. 뽀뽀. 예, 이제 아시겠습니까? 다들 이제 화색들이 도시네. 조금 전까지 하얗게 질리시더니. 자,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왜 그런지 가슴이 노래 크게. 여긴 노래 소리가 안 들립니다. 짝사랑을 이 정도로 잊어버리신다면은 문제는 뭐 없습니다. 예, 다음번에 오셔서 또 배우시면 되니까. 자, 이번에는 뭘 해볼까요? 예, 짝사랑하면 또 바로 길가에가 나와야겠죠? 가방을 들러매 그 어깨가 아름다워 옆모습 보면서 정신없이 걷는데 활짝 핀 웃음이 내 발걸음 가볍게 온종일 걸어다녀도 즐겁기만 하네. 길가에 앉아서 얼굴 마주 보며 쳐다보네. 랄랄라라라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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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랄랄라라라라. 예,
네, 80점. 자, 100명 중에서 한 20명이 조금 기억을 잘 못하셨는데, 자 이제 기억하시겠죠? 예, 누가 틀리셨다고는 제가 말씀을 못 드리겠는데, 자 한 번 더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이번에 틀리신 분은 제가 지목해서 모시도록 하겠습니다. 긴장하시고 노래 크게 하나 둘 셋 넷. 가방을 둘러매 그 어깨가 아름다워 옆모습 보면서 정신없이 걷는데 활짝 핀 웃음이 내 발걸음 가볍게 온종일 걸어 다녀도 즐겁기만 하네 길가에 앉아서 얼굴 마주 보면 지나가는 사람들 우릴 쳐다보네 랄랄라나랄라 랄랄라라라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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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예. 자, 이쯤에서 두 천생연분 커플을 좀 모셔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아까 저한테 천생연분이라고 지목당하신 두 커플 있으시죠? 예, 앞으로 좀 나와주시기 바랍니다. 뭐 모른 척하고 남자 커플, 여자 커플 두 커플 다 나오십시오. 자, 박수. 자, 어서 나오십시오. 제가 여자 천생연분이라고 분명히 말씀드렸는데요. 나오십시오. 박정희님 나오십시오. 박수. 아이 괜찮습니다. 율동만 하시면 됩니다. 자 이분들을 모시고 퐁당퐁당을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남성 천생연분이 잘하는지 여성 천생연분이 잘하는지 나오셔서 봉사자한테 명령을 하시면 안 됩니다. 자, 자 다 같이 불러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하나 셋, 넷! 퐁당, 퐁당, 볼을 던지자 누나 몰래 볼을 던지자 내물어 퍼져라 멀리 멀리 퍼져라 건너편에 앉아서 나무를 심는 우리 누나 손등을 간지러주어라. 예. 자, 잠깐 서 계십시오. 자, 남성 커플이 잘했다고 생각하시는 분들 박수. 자, 여성 커플이 잘했다고 생각하시는 분들 박수. 예. 그 남성이 조금 이긴 것 같네요, 그렇죠? 자, 고생하셨습니다. 들어가시고, 자, 남성분들 서 계시고. 이겼으니 계속 해야죠. 참 두 덩치가 나와가지고 그거 하고 있는 포옹하고는 그렇죠? 자, 자, 자. 누가요? 떨어져서 잘하셔서 들어간 겁니다. 못해서 남은 거고. 제가 요거 잡아놓으려고. 예, 그럼요. 예. 자, 단순하셔야 됩니다. 뉴스타트를 하실 때는. 자, 사랑은 다 주는 것. 기억하시죠? 자, 오! 이 두 천생연분이 얼마나 크게 소리를 잘 질르는지 자, 한번 다 같이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사랑은 사랑
다지는 것, 더 가지지 않는 것. 이상하다 동전한 입 움켜잡으면 없어지고 쓰고 빌려주면 풍성해져 온 땅에 가득. 하나 둘 셋! 사랑은 사랑은 다 주는 것, 다 주는 것, 다 주는 것. 사랑은 사랑은 다 주는 것, 더 가지지 않는 것. 예, 박수! 자, 이제 나머지 복습은 예 졸업식 날, 예, 내일 졸업식 날 아침에 또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이제 모두 일어나셔서 마지막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고 박사님 강의를 듣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서 스마일 스마일 스마일. 장미꽃처럼 활짝 웃어요. 걱정을 모두 버리고서 스마일 스마일 스마일. 어디 갔다 왔냐고요? 어디 갔어요? 자, 오늘은 今天呢, 비만에 대해서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肥胖症。 비만도 알고 보니까 肥胖症呢, 归根结底, 무조건 많이 먹는다고 살찌는 것도 并不是说你, 吃得多就可以胖, 有的人吃得多也不见胖, 像我呢, 像我这样的人呢, 体质的人呢, 怎么吃也不胖, 有的人呢, 물만 먹어도 찐다는 喝口凉水也会长膘, 能听到长膘的声音是吧? 发福的声音，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啊，肥胖症呢也和食物的剂量并不成正比。那么，发福身体发福意味着我们身体内的脂肪成分越来越多。那么，体内有过多的脂肪意味着脂。 脂肪细胞的数量增多，那么脂肪呢，要想储存在我们的身体内，就要转换成脂肪细胞，在肌肉或者在肝里面或者在细胞里面，渗透到细胞里边。啊，我们称之为皮下脂肪或者乳房细胞，都是什么？ 是细胞里面都充满了脂肪，所以我们称之为脂肪细胞。这些脂肪细胞啊，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有脂肪是吧？啊，然后有脂肪细胞的基因。那么那些身体发福，甚至导致肥胖症的人呢？ 지방을 저장하고 있는 지방의 양이 那些储存脂肪的量过多，所以脂肪细胞的尺寸呢，要比正常的尺寸要大得多。
所以有的人的脂肪细胞呢已经有的人的这个细胞可以储存脂肪的这个容量很小，而肥胖的人呢肥胖的人细胞里边储存脂肪的能量量呢就大。那么什么决定细胞啊，那么人体的体重呢就取决于细胞能够容纳多少的脂肪是吧，比如我的脂肪 细胞能够储存能量的限度容积就取决我们是否肥胖还是不肥胖。比如说储存的过多那么就会肥胖。当我体重正常的时候呢，我的脂肪细胞呢脂肪细胞的体积呢不大不小正好。但是过了十年十五年以后呢，这个脂肪细胞就开始变得肥大了，它的容积就变大了是吧。那么它这个容积啊，脂肪细胞的容积谁来决定呢？那些怎么吃也不胖的人呢，他们的脂肪细胞的容积呢容量呢已经尺寸已经定好了，是再怎么吃所以脂肪呢不能进入到脂肪细胞里，所以脂肪细胞的尺寸呢就不会撑大，所以他们也不会导致肥胖。那么我们身体里呢有蛋白质，有糖分，还有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那么什么是蛋白质呢？就像盖房子的时候的比如说材料，比如说盖木质的房子的话，这个木材就是蛋白质，打个比方就是这样。那么蛋白质重要吗？非常重要。那么比如说木质的建筑里边盖房子的时候那么목재를어떻게쓸수도없고그어디다재놔야될거아니야那么木材源源不断的木材源源不断的送进来，那么堆积如山，那么风吹雨淋就会腐蚀是吧。所以呢木材呢제목이란것이중요하긴한거지十分重要，但是그렇게많이필요한것은要아니다要适时适量是吧。조금잘못된데떼내고可以修修，可以修修补补就充分了。所以蛋白质很重要，但是并不需要过多的量，为了维持健康啊，每一不需要是每天有很多的蛋白质是吧。所以蛋白质呢比如说你们所摄取的整个热量里蛋白质在15%就已经足够了是吧。另外呢，那么碳水化合物是什么呢？碳水化合物就是燃料，是吧？把人体比作汽车的话，就是燃料。燃料呢，必须得有充分的充分的燃料。所以，人体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一定要充足，大概占食物的70%左右。然后就是脂肪，大概在15%左右，就是够了。所以你们最近吃的这个饮食啊，就是已经考虑到这种食物的配合比，所以你们最近吃的这个健康食膳呢，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呢占70%，蛋白质15%，然后脂肪15%。所以自然界里的这个健康食呢，那么你们虽然不懂它的比例，但是这种比例已经天然形成。是创造主已经安排好了，大家不用为此太过多操心是吧。所以作为能量的源泉呢，碳水化合物是时刻必要的。那么我们需要弹性保护体温的这些保暖的设施，所以就会储存一些脂肪。脂肪用什么来形成呢？就是碳水化合物过剩的时候或者蛋白质过剩的时候，把这些过剩的材料呢转换成脂肪在肝脏里，然后把它用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身体里。如果大家饮酒过多的话，那么肝就会把酒精转换成什么脂肪储存在体内。然后那么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呢或者糖度过多的食物呢都会转换成脂肪，然后把这个脂肪储存到细胞里。那么如果有过多的脂肪在体内就会
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体重会超标啊，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所以呢，脂肪细胞呢，由脂肪细胞里的基因呢来调控它的尺寸。那么当脂肪过剩的时候呢，糖分呢或者碳水化合物成为脂肪转入到细胞里呢，那么细胞呢就要阻止它进入到细胞里啊，为了保持它适当的尺寸和容积。那么决定这个细胞的脂肪储存量呢，不是脂肪细胞本身决定的，由谁来决定呢？那就是创造细胞的创造生命的创造组来决定的，是吧？所以一个人的脂肪细胞里能够储存多少的脂肪，医生也没法调控，我自身也无法调控。那么只有创造生命的创造主上帝能够调控你的脂肪的储存量。那么他就已经安排了一道什么，在你的脂肪细胞里安排了一道什么样的命令啊？就是基因，是吧？调控基因，根据这个基因呢就可以调节你的分泌一种调节你的脂肪细胞的储存量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分泌过多，它的容积就会大；分泌过少，它就容积就会变小。如果有这个物质的话，就证明什么就有这种基因的存在。那么这种基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怎么就说明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是存在的？靠什么？靠生命的气息激活这个遗传基因。那么有这种物质吗？当然有。过去我们科学家医学家都不懂，但最近呢，科学家们证实了这种物质的存在。这种物质呢科学家们称之为 leptin。 这种物质调节脂肪细胞的脂肪储存量的细胞，是吧？ left 라고하는말은那么 left 영어로 thin 이란말입니다 thin 이뭐예요 thin 就是苗条的意思，是吧？ thin 이뭐예요얇다苗条的意思，是吧？말랐다하는말입니다 left in 하면은물질입니다그래서말르게하는물질그말은뭐냐하면은저렙틴이这个 leptin 就是肥胖调节细胞，调节蛋白，是吧？如果많이뭐요내어보내는물질이요就是把细胞里的脂肪呢排出到细胞以外，让细胞变得小的、变瘦的物质，是吧？那么肥胖的人呢，就证明他的细胞里这种 leptin 就是肥胖度的调节蛋白 leptin 分泌过少引起的，是吧？道理很简单。那么那些瘦的人呢，脂肪细胞里的 leptin 的生产量呢，分泌量的过大可以这样讲。大家都知道，我1989年第一次在 KBS 电视台上登场的时候呢，当时真是骨瘦如柴，那么二级风能刮一路小跑，打小就这么瘦，是吧？吃什么也不胖。所以我的细胞里呢，打小就分泌过多的 leptin。但是我吃的却很惊人可以冷面可以吃三大碗。今天中午你们吃什么了？吃的是温面。温面我今天错过了一顿美餐。流口水。好了。그다음에이제갑상선호르몬이있어요那么还有一个甲状腺荷尔蒙。이갑상선호르몬那么甲状腺荷尔蒙呢起到调节体重的作用。갑상선호르몬이왕성하게생산이되면如果甲状腺分泌갑상선호르몬이라는것은바로여기갑상선이라는게
啊，就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由甲状腺分泌的是吧？荷尔蒙。那么由甲状腺来分泌这种荷尔蒙。那么甲状腺如果啊，那么这个甲状腺荷尔蒙在人体里起什么作用呢？因为有益，所以它就会分泌出来。起到什么？起到什么作用？甲状腺荷尔蒙起到让人们感到啊，让人行动机敏的一种啊激素，是吧？如果甲状腺 分泌过少的人是一个昏沉的人、懒散的人啊，成天呆呆的，那么分泌不正常的话就打瞌睡啊。你们打瞌睡不一定是由于甲状腺引起的啊，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那么甲状腺荷尔蒙分泌不正常的话啊，那么昨天晚上睡得再好还会怎么样？总是这样打瞌睡，然后会体重增加。所以吃下去的东西呢啊，在你的体内不能得到充分的燃烧。那么线粒体呢，为了啊分泌一种啊燃烧，让这个燃料充分燃烧的物质，就是甲状腺，过剩的分泌过多的话就会瘦小啊。所以为那些肥胖症患者啊，医生有时候会处方一些甲状腺荷尔蒙调节剂。那么身体根本不需要这些物质，但是为了调节体重服用这样的调节剂。那么本来荷尔蒙分泌正常，但是药物却打乱了这个正常的秩序，便发生紊乱，所以就变得人变得异常。所以但是为了减肥呢，还要吃，硬着头皮吃这个甲状腺荷尔蒙，副作用很大。还有一个呢通过调节我们的胃口啊，那么 leptin 生产的过多的话，那么胃口就会相应得到节制。那么这个 leptin 这个调节蛋白呢，是由哪个器官来生产的？由脂肪细胞来生产。脂肪细胞里的基因呢有很多基因啊，其中有个基因呢就有生产 leptin 这种调控蛋白的调节蛋白的基因。那么 leptin 起什么作用？再反复一遍，就是调节脂肪细起到把脂肪细胞里的脂肪呢向外排除的作用，然后让身体呢把这些能量脂肪呢化作燃料给燃烧掉。这个 leptin 这个物质在我们身体里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它不分泌的只储存放射不出去，那么去导致肥胖症。但肥胖症的人呢，他们的细胞呢不断的吸收脂肪，只存不放这样的人叫做患肥胖症的人，是吧？这原理就是这样。那么过去年轻的时候呢很苗条啊，就是 leptin 分泌正常。那么也不知从何时起呢leptin 生产 leptin 的基因呢进入休眠状态，然后不再生产 leptin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呢？我们要穷追刨根问底了，是吧？那么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能什么增肥啊，或者是减肥了，是吧？不懂得这个治病的机制病因啊，却硬着头皮去减肥。那么最常做的是什么？就是饿肚子断食啊。我就搞不懂为什么去花钱去遭这份羊水，是吧？那么不吃东西啊，饿肚子还要花钱啊，真是不可思议，是吧？所以人的行为有时候真是没得理解。那么在家自己不吃饭就好吧，还得非得去节食院去花钱节食啊，可能不花钱就节不下食来，是吧？真是莫名其妙。
所以大家节食，通过进食，然后，那么进食呢，也许食物呢，也许是导致肥胖的原因之一。단식하면은렙틴유전자가더활동을뭐요활동을说不定啊，通过你的节食呢，可能让렙틴的活动啊更加消极。如果你开始断食，那么从脂肪细胞呢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会作何反应呢？脂肪细胞，他说该进来的不进来是吧？这些脂肪细胞呢就开始出现了什么状态？就是旱情是吧？突然旱情欠收了，突然大萧条。所以呢，这些细胞呢，比如说银行里你有个户头，那么大萧条的时候呢，是想省钱呢，还是花钱呢？当然要省钱，是吧？一分钱掰两半方。所以你呢，越饿呢，那么我们就省着消耗这个脂肪，是吧？因为我们主人不再供给我脂肪，所以呢，过去呢，需要的时候呢，还会说拿去用吧，拿去用吧。生产 leptin 呢，让脂肪经常释放，脂肪细胞呢越节食越断食越变成了脂肪的吝啬鬼，所以断食节食呢，也许是导致肥胖的原因之一。所以靠节食断食呢，你们达不到减肥的目的。所以当人们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进食祷告的时候，那这是另说了，是吧？是为了减肥去节食进食，我觉得这是真是愚蠢的做法。所以呢，肥胖啊，为什么肥胖会变得这么普遍？最重要的原因吃的越多，那么导致肥胖，这种概率是数学的几率，那是因果关系很明确啊。那么营养的供给比我身体里需要的过多，那么过剩的这些热量呢，就会由肝转换成脂肪，然后储存在脂肪细胞里。那么糖分呢，如果留在身体里就会形成糖尿病，所以呢肝呢就不得不把这个糖分过剩的肝糖分呢转换成脂肪，然后储存在脂肪细胞里。那么把过剩的糖分呢储存在体内有两种途径，一个是把热量转换成glycogen 这种物质，然后储存在那么英文叫 glycogen 的这种物质，然后把它转换成 glycogen。那么，那么这种 glycogen 就是一种糖原，是吧？那么这个糖原呢，可以就是很快的转化成糖原，然后很快的储存，然后很快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很多的这个糖原呢储存在肌肉里还有肝脏里，所以只要过剩的话很快就可以转换成 glycogen， 然后储存的快，拿出来用的也快，是吧？转换成糖，就像什么银行里的活期存款一样。那么活期存款呢，银行不在乎，是吧？利息也很低。
那么把它都转换成肝糖啊，然后把这成糖原质以后还有过剩的话，把这些过剩的糖原呢，身体呢就不得不把它转成什么定期存款了，是吧？啊，所以脂肪就像存款一样，银行存款的一个道理。那么定期存款以后呢，取就有点麻烦了，什么啊，定期还得这个什么输入密码呀，啊，盖戳啊，啊，程序麻烦是吧？取得早的话，利息还会损失一大笔。啊，这种叫脂肪细胞是吧？脂肪细胞怎么样？啊，储存也麻烦，拿出来用也麻烦。所以平时大家啊，经常做运动。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你们剩余的那些糖分呢，就会转换成肝糖或者糖原质，是吧？储存在肌肉或者肝里。那么运动三十分钟的话，那么啊，只要转换成把糖分转换成 glycogen， 糖就过于的糖就解决了。那么三十分钟漫步三十分钟以上呢，为了减体重呢，大家要啊，不停地走，稍微感到有点气喘，达到这种程度，然后后背呢开始流汗了，啊，这个时候呢，开始消费什么定期存款了，是吧？啊，就是储存在脂肪细胞里的脂肪能量了。所以呢，减肥呀，为了减肥，这种持续的运动才会起到什么花完了活期存款，然后取出定期存款用哈，所以那么 leptin 呢会重新被激活啊，生产出一些 leptin， 然后呢把这个储存在脂肪细胞里的脂肪呢排出体外，把它变成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啊，和燃烧糖分的过程一样，所以产生什么？产生啊，能量，是吧？明白了吧？所以呢？啊，有一种低血糖的人是吧？患低血糖的人，动不动怎么样？哎呀，头晕目眩啊，这样的人。然后手脚发凉，胸闷心悸是吧？啊，眩晕，然后，眼前冒黑星。低血糖的人呢，一般就是什么，连活期存款都剩的没几分了，是吧？所以运动一点的话就怎么样？稍稍也是有点刺激压力，那么 glycogen 这个活期存款呢就一下子被花光了，啊，银行透支，所以说我们就称体力透支，是吧？我们中间可能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体力透支的人呢，啊，因为活期存款里的 glycogen 的储存量很低，所以变得非常敏感啊，非常啊敏感。哦，好像是说你是说我似的，所以受压力啊，精神压力大啊，受刺激呢，经常就感到什么啊，糖分啊，消耗糖分的消耗率呢就会过高，啊，所以呢，身体里就不会有剩余的糖分。所以呢，身体就非常瘦，因为不但活期里没有，那么定期里也不会有过多的脂肪储存。过去我也是这样的体质。啊，有时候动不动就身乏体倦，然后出现低血糖，然后赶紧吃点甜的来补充糖分，是吧？啊，那么我没有糖尿病，但是有出现这种症状。
当时1988年我在 KBS 做讲义的时候呢，啊，那么呵呵定期存款不但零活期存款里没有存款，那么定期存款里也是分文皆无这种状态。那么李相九呢，为什么会啊分泌这么多的 leptin 的人呢？最近的孩子呢，为什么 leptin 分泌的这样少呢？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经常食用过多的食物的话，过去啊我们呢很穷是吧，啊，难得吃一吃肉，那个时候在中路啊开了一家叫韩医馆的饭馆是吧，啊，现在那个饭馆还在吗？啊，说一说啊，去一趟韩医馆吃顿饭，那是都心跳啊兴奋的感觉，心跳，因为吃一次烤肉嘛，一年能去一次韩医馆呢，啊，那时候烤肉店也不多，能去一次韩医店幸福无比。现在谈到韩医馆，让我垂涎三尺。那么说烤牛肉啊，说烤牛肉啊，不让我流口水。但是一提到韩医馆呢，却让我有条件反射。所以一说吃烤肉，垂涎三尺。那肉比体多香了，是吧？因为没得吃嘛，一年吃那么一次两次，啊，那肉味儿，那肉啊，那味道像什么？甜如蜜，是吧？啊。所以呢，那最近的小孩子，啊，吃香肠吃肉，啊，吃披萨吃汉堡包，啊，营养过剩，热量过剩，那么身体里呢这些能量了不断的啊塞进来，就难于处理了，还没等释放出去啊，就已经，啊，总是这样塞进来是吧，塞进来。所以呢 leptin 呢还没得功夫做反应，啊，没得功夫做反应，那么干脆就罢工不干了是吧，所以脂肪啊过剩，啊，所以 leptin 呢就歇菜了是吧，那么进入休眠状态。再吧，要么就是还有就是运动不足啊，不做运动很懒，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坐在电视机前面一动不动。那么只有当运动的时候，至少30分钟以上的持续的运动，就持续很重要啊。在这里的重要的一点就是持续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那不会起效的。所以高尔夫，你们看打高尔夫的选手啊，他们肚子都很大，为什么？达不到减肥的作用，不是持续的运动是吧，嗯啊？那么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那么走走停停，那么有没有气喘啊、流汗呢，啊？达不到这种运动，效果。那么达到这种效果呢，得怎么样？那么气喘流汗，那么就叫什么？叫那个高尔夫球场的那小车，电动车是吧？所以打高尔夫球的人呢，啊，所以就不会减肥。是整个的运动总量是很大的是吧，打高尔夫打4个小时5个小时也会打得精疲力尽，但是呢打高尔夫球的人你们看一看，啊，都是等着自己该自己打的时候，等就花费了很大时间，明白是吧，要等很长时间。所以高尔夫啊从时间上，从运动角度来讲，是个非常不经济的运动，摆谱的运动，是一个社交活动是吧，所以高尔夫不是运动，而是什么，只是一种社交活动是吧，所以高尔夫的人
大腹便便是吧，肥胖的人很多，很难达到减肥的效果。而这样运动呢达不到减肥的效果，所以运动的核心呢就是持续，一定要维持一定量的运动量，一定要维持，这样慢慢腾腾的走不行，要大步流星啊，走三十分钟，走二十分钟以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身上发热啊，身上发热，然后呢开始流汗，气也有点稍稍喘了啊，这个时候心情也变得好，安德芬也会分泌出来了，至少得超过三十分、四十五分钟、一个小时，走到这个程度呢，所以就会消费什么了？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用完以后用定期存款了，所以呢，重新啊，这就是训练激活 leptin 的训练过程，持续定量每天每天运动，那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么每次运动又是激烈的运动啊，那么 leptin 说啊，这个人什么，这个人是反复无常的啊，不能信不住，信不住他啊，那么他不是诚心想减肥啊，所以当持续的运动用什么原则，我讲了什么原则，啊，就像荡秋千一样，这样一张一弛的是吧，那么所以呢我们韩国人心很急 啊走了没几天然后上秤称一称啊，不行的，要是个慢功夫是吧。那么新起点生活呢啊，只要运动不足呢，那么 leptin 呢就感觉不到自己有必要分泌出来，当人体定期运动的时候才会把定期存款里的脂肪呢啊花销掉，那么为了花销它呢就要费一点周折，花一点心机是吧。那么定期存款呢在这个自动取款机里拿不出来的是吧，你为了取这个定期存款呢你还得去银行排队啊，几号顾客这样排队等啊，拿着存折还要填写密码，所以取定期存款呢消费储存在脂肪细胞里的细胞呢，所以相对程序比较麻烦，所以要勤快，所以运动也一定要持之以恒。如果你不做运动的话，每天乘车以车代步啊，好几天也不做运动，每周也过几个星期也不运动，那么这些细胞们就会怎么说啊？我的主人呢是没心是花费这些定期存款，所以这 leptin 呢就罢工歇菜，进入休眠状态，所以这个人就整个的进入什么肥胖状态了，脂存不取这种状态，所以身体就开始突然肥胖起来啊，就大事不好，就开始怎么样，然后进食呢啊，那么细胞们就会怎么样啊，大饥荒，所以呢就更加吝啬了，更加不愿意释放储存的脂肪了，所以有人下了狠心啊，那么我要什么，直到体重减掉那一天我要进食，那么节食三十天呢，那么说啊，是大饥荒，那么过两天会过去，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不得不怎么样，应急的把储存的脂肪释放出去，那么释放出去的时候呢真是不甘心哈，所以说很吝啬的拿出一点点来是吧，一点点释放啊，变成了一个吝啬鬼，那么一点一点往外释放，那么最先消耗掉的是什么，是glycogen 是吧，就是糖原，储存在肌肉里的糖分先消耗掉，脂肪先消耗掉，那么
构成肌肉的蛋白质才会叫 消耗掉，然后才消耗什么、啊、消耗脂肪是吧，这脂肪是第三步了是吧，所以通过进食啊，肌肉就会变得萎缩、啊、通过进食呢，就是 我减了10公斤，量了以后、啊、体重减了十公斤，那么其中呢大概七八公斤是减了什么，减了肌肉是吧，然后剩下三公斤左右啊才是脂肪，因为脂肪细胞变得很吝啬是吧，他知道主人已经不给他提供脂肪了，所以他变得很吝啬，所以呢体重减十公斤啊，同样的尺寸当中啊，就是 体积当中脂肪，脂肪同样的体积，脂肪和肌肉谁沉呢，当然是肌肉是吧，所以脂肪掉的时候呢，身体的体重降得很慢，但是脂肪减的时候，减弱的时候呢，体重降得很大很快是吧，所以脂肪减下去了，你们的体积呢不会减得太大，通过进食减掉你们的肌肉呢、啊、你们的尺寸呢不会有大的变化，体重却什么 减下来了，体重却 猛减，所以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相反，与其相反、嗯、体重没有减下去多少，身体就变得怎么样，身体就变得怎么样、啊、身体就变得、啊、身体的尺寸就变小了、啊、但是我的体重不减，体重不减才是对的、啊、什么得减，身体的尺寸要减下来、啊、体重猛减说明你的肌肉减下去了，肌肉减下去这是最大的损失，为什么，肌肉呢发达的好，运动的、啊、很好的话才可以怎么样，很好的消费，很好的消费燃烧脂肪是吧，那么燃烧脂肪的工厂倒闭了或者是变得小了，那么消耗脂肪的机制就变得、弱小了是吧，所以呢那么为什么体重不会减呢、啊、尺寸减小了体重应该相应减少是吧，为什么体重减得很少呢，那么尺寸变小了说明你的脂肪量减少了是吧，那体重怎么减得很少呢，脂肪分明减少了是吧，所以你的尺寸 变小了、啊、所以说胸罩也变得宽松了，裤腰也变得宽松了啊。啊为什么，所以肌肉增加了是吧，所以你经常的做运动，所以你的肌肉慢慢开始变得发达了，所以肌肉稍稍发达一点体重就会成长，但是跟身体的尺寸的却没关系啊。所以说决定人体的尺寸呢是和脂肪有关系是吧，所以大家认真做新起点生活运动呢，脂肪以만큼啊，那么同样尺寸的同样容积的脂肪啊被消耗掉了，消耗掉了，那么这一数这一段 leptin 证明 leptin 生产很多是吧，那么比如说这么多是、这么多是十公斤、减下去了，和当然影响到你的尺寸，那么肌肉生产这么多呢，就是20公斤是吧，密度高嘛，啊肌肉增了这么多啊，浑身上下均匀的增长了肌肉，每天早上做伸展运动，肌肉开始怎么样、啊、开始、遍布全身，所以尺寸呢、不受影响，因为把这点肌肉呢浑身的分不开来，那么尺寸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是吧，啊这原理就是这样，所以体重呢是减了1公斤2公斤，不到1公斤2公斤，但是身体衣服呢就变得宽松了，
그게이제진짜这才叫真正的减肥，懂吗？这是真格的。所以当变成这样的时候呢，就继续运动，继续坚持运动。这样的话，肌肉呢越来越发达。啊、不但肌肉变得越发达，而且呢，啊，这不是说肌肉会发达像什么健身运动员一样，然后呢，啊，这个尺寸也不能过大，所以呢，肌肉细胞里面呢，啊，什么会增加？啊，线粒体的数会增加，是吧？线粒体的数增加呢，啊，同样的肌肉细胞里。你是、啊、燃烧、脂肪的这个气缸就变多了，所以说线粒体越来越多，燃烧脂肪的燃烧率效率呢就越来越高，肌肉越发达，线粒体全身上下线粒体的量也增多。从此以后呢，体重调节体重呢就自动。哦、就形成了，是吧？躺在床上睡觉也在什么呢？也在燃烧脂肪、啊、无数的线粒体呢正在燃烧我身内的、啊、过剩的能量，明白了吗？你们想一想，四个气缸的人变成了八气缸的、啊、细胞，那么躺着睡觉时候燃烧的能量也会增加两倍，是吧？啊，这是消耗相当大的量，是吧？躺着睡觉也会起这样作用，是吧？所以啊，靠那些进食、节食调节体重，这些瘦身减肥啊，啊，都是很不可取的。你们越节食、越进食，你们的脂肪细胞越会有什么错觉？啊，说这个恐慌啊，就是大饥荒啊，拖这么长时间。于是就越会变得吝啬，是吧？不会释放储存的能量，也就是脂肪啊。所以靠进食节食啊，都达不到减肥的作用，反而有害身体。然后一边进食一边运动啊，这也是。不是很明智的选择，这也是什么饥荒？那么吃的进去的东西不多，但是却拼命的运动，是吧？那么身体就会出现一种混乱啊！到底怎么了？到底大饥荒，那么消耗的很多，但供给却没有啊！那么去硬着头皮去运动啊！所以说，凡事啊，强扭的瓜不甜啊，不能硬着来。要自然形成，要按着、原理来一步一步来、还有啊，去健身房去运动、啊、这也不会有多大的效果，懂吗？为什么？你们看这个城市里 啊那些健身房啊，怎么能比得上在江边呢？在这个大自然里走，然后一边交谈，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啊，一边唱歌，啊、然后新鲜的啊，新鲜空气，观赏的美景。这样运动的话，那么啊，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就流逝了，是吧？然后呢，心情非常舒畅，啊。但是你们在瘦身房、健身房里运动一个小时，然后在步行器上这样走。上气不接下气、啊、几秒啊，几秒还有什么？那么我的大卡热量消耗了多少啊？啊，数值都在做反应。那么，累不累呀、啊？很机械，15分钟啊，好像啊一个小时一样，很难挨。哦，你好像试过是吧？这么瘦的人。没什么效果，所以啊，所以去健身房啊就不愿意去，但是钱已经交了啊，所以的啊，就说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得去三天啊，就不希望这个星期三到来是吧，但是没办法，为了减肥啊，心疼那个钱还得硬着头皮去。那么遗传基因对什么做反应？对信息做反应吗？不是对运动做反应，而是对什么做反应？对的，对你的心怀意念做反应啊。所以不愿意去还得硬着头皮去啊，然后赶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做运动。leptin 这个遗传基因呢，开始就跟莫名其妙了，他到底是想减肥呢？那么想减肥呢，去变得这么苦是吧？啊 ，leptin 就怎么样？下个什么样的结论呢？这个人不喜欢减肥是吧？减肥这么苦，所以我们就别帮他这么苦了是吧？所以啊。我们的身体也就这么奇妙，因为我们不是机械，是属灵的存在，是吧？是有灵性的。我们的基因呢，对信息做反应。所以，当我们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就说啊，新起点通过新起点生活呀，啊，癌症恢复得很好，但突然有一天突然复发。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我听他们讲述他们的过程啊，原来是这样，是他们的意志变得薄弱了，饮食啊，生活习惯呢，啊，都是按照新起点生活原则去做，但是由于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换，还和过去的什么没有划清界限。所以过去那些好吃的东西啊，还是眷恋不舍。吃健康饮食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举个什么例子呢？披萨啊，突然看到了披萨啊，披萨有点太，突然看了这个啊，熏鸡是吧？过去特别喜欢吃熏鸡，是吧？啊，比如喜欢是吃什么？那啊，我吃的这么啊，所以说今天呢，好算得大开杀戒啊！啊，吃完一顿以后，哎，吃的好香啊啊！大开杀戒，所以遗传基因呢就发生混乱了。我的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吧？他到底喜欢什么？啊，什么变了？信息就被打乱了。那么新起点的形态呢，还存在，生活的样式存在，但是意识呢？心怀意念，新起点的精神却不在。然后，按新起点的生活呢，只是变成了一个走过场。是吧，自己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效果，运动也 很经常，但是他没有了什么，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个旨意，这样的人呢，听再讲这个听课内容也没有用了，进入了一种从这个信息的角度，这种精神的这种武装状态已经变成松散，只剩下这个啊空壳，新起点的空壳子啊。但是这样的人啊，发现他们的发病率高得惊人，高得惊人。所以最后是什么？就说我新起点做的一丝不苟，但是啊，怎么复发呢？绝对不是。所以啊，精神呢不能崩溃。一丝一刻不能放松，所以我们的遗传基因呢，对信息做反馈，对我们的心怀意念做反馈，所以呢，大家不能要松懈啊！一旦松懈了，啊，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不好的结果。那么复发以后，他们再也不来新起点了，生活中心了。为什么不来？他说：“哦，我做新起点生活，也还复发吗？”他就不相信了，是吧？所以精神一定要武装起来。比如说我吃健康饮食，做运动，你们不要对这些执迷，明白没有？那么
当我们发现真理，过崭新的生活，学习上帝的道以后呢，非常有意思。我确实我的内心呢，比过去更能包容了。从这个角度，大家要有滋有味的去做过新经典生活哈。今天呢、今天我得走几公里，吃几顿这个药膳，水喝几杯，跟用凉气凉了以后喝一样，喝完以后，这也是一种压力，一种负担。和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一样，凡事呢要顺其自然，要从心所欲。所以孔子曾经这样讲过，四十不惑，四十不惑，不惑就是没有诱惑了，没有动摇了，不会什么迷惑。不惑就是不被我的假我欺骗了，是吧？迄今为止呢、被这个假我所蒙骗、我的真我呢被蒙蔽、所以经常受他的诱惑。到了四十岁以后，我现在活过来，活到四十岁我才明白，迄今为止的我呢不是我，不是真我。喜欢辣的，喜欢爽的、我以为我过去以为这是我，但是到了四十我才明白什么，这不是真我，是假我，是个虚像。那么我们李先生说爱吃辣的，这个我的口味绝对不会改变，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但是到头一看呢，经过新经典生活呢，这个不是我、不是真我、原来是一种虚像、那么明白这个点，悟到这一点，这才是什么不惑、从此以后呢，我就不再被迷惑了，是吧？很酷吧？到了四十啊，至少要什么？要摒弃你们的假我，要找到你们的真我，是吧？明白了吗？五十呢？知天命，知天命。明白了我孔子为什么会存在，存在的意义何在？然后能够聆听什么？上帝的天的声音了。那么五十岁的时候，说你过新经典生活吧，这是对的。小的他是天命了，不再抗拒天命了。为了健康呢，我只能走这条道路，这才是真正健康的生命道路，才会领悟这一点。到了五十，然后呢，维持这个生活到了什么就有了这种包容力，凡事都包容了。过去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想吃那些有刺激的食物，但现在却变得什么却变得觉得那些都是假我使然，现在呢找到了真我，自然的我才能返璞归真。那么你们达不到这个境界的话，那么你们的新奇的生活就变得枯燥乏味千篇一律，很机械，很失败。所以你们越过新经典生活呢，对真我，对真我呢就会发现，找到真我，发现真我的乐趣。这不是靠这照明天天爬山不是靠这个能实现的。大家要了悟。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存留在这个境地，是吧？所以在咬牙切齿的就硬着头皮去爬山这不是新经典的精义新经典的精神不是这样的精神
하는듯하면서안하고안하는것같고试做而好像不做，好像不错呢，却好像在做，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허허실실，虚虚实实，虚虚实实。我就真叫中部中上王的空中中把他啊，以后得让我做个鉴定。那么就能体会到自然啊，自由是吧？那么李香九不会说，哎，你们喝几杯水了？啊，不是这样的人是吧？一切顺其自然了，所以有一种包容力。然后呢，变得什么？到了六十，达到什么？耳顺了，耳顺了，啊，再没有逆言之耳了，逆言之语了。过去听到一些啊不好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血压升高，啊，脾气就大了，是吧？现在，啊，那么你毁誉无加了，哎，你骂我，你毁我，你还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达到不惑的境界，因为你还没有知天命。我已经知天命了，晓得天意了，啊，所以我就变得很宽广，所以变得耳顺了，是吧？耳顺，耳顺。七十呢？七十什么？重新，重新所欲。重新所欲。重新是这个重心，두 글자밖에 안 돼 이게 뭐또 있어 이렇게重心所欲不逾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但是绝对不会超出什么，超出道的范围。那么我的意志和天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合而为一了，我的意志与上帝的意志合而为一，成为一体了。啊，这就是悟道的人，成圣的人啊。이제나는이제는죽어도뭐요就是我死而无憾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夕死足矣啊！明白了吗？그래서于是呢，체중빼는것도减体重啊，不要这样，上气不接下气的这样机械的运动啊。李博士，甲状腺药吃不吃 啊？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啊，饿肚子。啊，这是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呀，就变得如此的疯狂。他们连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啊，被这些条条框框框住了，没有自由。啊，所以现代人是从心所欲，却逾矩。事事啊，每一件事做都跟道背道而驰。那么过去呢，我就强迫自己吃，为了增体重，没完没了的吃，但不胖啊，怎么吃不胖？都排出放射出去了。但我过了，直到53岁啊，53、54岁啊。啊，我为了增体重啊，真是不知费了多少劲，也不知吃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一切就三大碗冷面的对我来说啊，我以为那是我的定量，是吧？啊，我是需要这些食物的人啊。啊，说不定我在自欺欺人。因为我还没有知天命，没有了的真我，是吧？被蒙蔽着生活，那么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这个啊长膘，所以就挣扎。我的讲课讲得那么好，但是我的生活，至于我的体重问题，我却变得这么挣扎。
放不下这一颗欲心，所以我向上帝祷告。让我所讲的课和我的生活呢成为一致，让我把我的体重问题完全交托到你的手里，让我按照星期天生活的原则能够有滋有味的每天呢、能够坚持下去。那么你认为我应该再胖一点，你就让我胖；你认为我现在正好，你就让我保持现状。평생뭐말른사람으로살다가말르게쭉一辈子这样骨瘦如柴啊，对我有益的话啊，你就维持现状，我心满意足，我不再为长相了啊挣扎了，我要抛开这个执着啊，不再有这个欲望。제가요여러분얼마나한이맺혔는所以啊，就是遗憾呢、为了这个，是因为身体瘦啊，就是遗憾的不得了。个子也高，脸长得也不寒碜是吧？但是呢，骨瘦如柴。一点都不风，没有风度是吧？所以感觉很冤是吧？拿不出手。夏天对我来说最苦闷。冬天还能把你遮上是吧？看不出你的骨瘦如柴，但是夏天穿短袖啊，这小细胳膊露出来啊，没有男子汉的气味。拎一个书包，小细腿走在洋人的人群里，感觉自己很委屈是吧？就浑身上下衣服啊，就这样啊，松松散散。我看我自己也可怜，拎着书包在走的话，走在路上啊。以前我读的高中是那个庆南高等学校，在山上，在山坡上。这是城里的小孩子，然后雄赳赳的往山上走。釜山女高啊，在市里。然后，这个上学的路上就和这个女高的学生迎面而走哈、眼睛好像不看，但是其实想看的心里都在看是吧？看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走到哪儿可以遇到她是吧？我看上这个小女孩了。走到这个卖玻璃的这个店铺面前呢，就可以遇到她，所以心就砰砰的直跳。但是穿冬天呢还好一点，但是夏天以后就怕和这个女孩子见面，因为怕她看到我这个小细胳膊是吧，寒碜。所以我就自卑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我多么想长体重执着放不下这个执着，放不下这个欲望终于呢54岁的时候知天命了晓得天命了。香九啊，我做的事情为什么你要来做呢？我懂了，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不胖，不胖，那么现在的我就是对我来说最佳的状态满足了，好了放弃了，放下。一放下以后呢，这种强迫自己多吃的这个念头呢，有时候时而闪现。每当这种念头闪现的时候，我就祷告，就是我把一切交托在你的手里，我要节制，我要节制。就这样，大概一年呢，没有什么变化。一年之内我所成就的就是冷面从三大碗减到了
减到了一半啊。那个以上部分배가불러啊，在吃多的就感到什么？感到腹胀了啊。这啊，过去的我不是真我，是吧？我被蒙骗了。所以呢，我在过新鲜点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是在每时每刻，我觉得我和上帝的关系呢，在接近，在接近，是吧？而所以，我因为感到这个关系的接近、靠拢，才是新鲜点生活的最大的乐趣。所以呢，重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吧？这样我们才什么？才不枉活七十，是吧？啊，年活七十八十有什么用？倒活枉活七十有什么用呢？啊，那么像孙子们、孩子们、后代们，那真是不像话的爷爷奶奶，那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孙子孙女们说，哎呀，我们不能老了像这样的话不要成为这样的爷爷奶奶，懂吗？要通过新青年生活呢，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老的美，老的好看。所以你们的确有噱头，是吧？那么这才是留给你们子孙们的最大的遗产，精神遗产。去别人家呢，爷爷奶奶变得像什么？像小孩子一样啊，幼稚的不得了。但是我们爷爷奶奶怎么样？经过新鲜的生活呢？经过新鲜的生活呢，变得怎么样？变得爷爷变得变得乐趣充满，是吧？我爷爷回去以后给孙子孙女们这样唱歌人气大大啊，脸色变得发光精神抖擞，过去都是什么发怒闹得慌，现在变得什么呀唱儿歌跳舞，像个老顽童像个老顽童小孙子们就是变成老爷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开始会这样认为，是吧？但是不久就会被他们发现乐趣脑肿瘤也没有了，血压正常了，18种疾病一扫而光。我们今天的朴市长没有来天天唱人天天唱儿歌，我去唱一句发火，动不动发脾气大声吆喝现在我们这个师母最尝到的甜头，最幸福的就是我们这位师母，是吧？所以呢，这瞬间呢，我们李先生得亲一下你的太太，是吧？有什么不好意思呢？躲什么？得迎上去啊，是吧？不行，还是阿姨面子，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们李先生现在变化大大，是吧？再来一遍。这才是新起点的真谛，懂了吗？那些爱面子摆谱装腔作势这都是假我事。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在大家面前我要像小品演员一样逗大家笑，是吧？但是我说这样的话呢，大家不觉得他有多不好，是吧？自由你怎么能口出这样的言语不会这样了，是吧？就变得自由了这就是新鲜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乐趣所以大家这样，只要大家下决心你们的夕阳会变得比什么都灿烂绚丽你们细细的想一想，仔细的品一品，
他说我的爷爷得癌症了，只能活六个月。啊，消沉、灰心，然后发脾气啊，这样的人突然，啊，去了一趟哪儿？去了一趟五台山，哦，脸色发光。再过一会儿，癌症好了。哇！啊，那隔壁老爷爷已经都不奄奄一息了，我们的爷爷返老回春了，是吧？啊，病都好了。这是不是精神遗产呢？是一个伟大的遗产啊，伟大的遗产。生命运动啊，不但让我们健康，而且是留给你们子孙的一个伟大的精神遗产。这就是新起点运动。자일어나셔서뉴스타트해보세요힘차게부르시겠습니다준비된 저녁 식사 맛있게 하시고 7시 30분 저녁 강의 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